嘉义就是要跨大埔，而且不止步，不但不止步，更要跨大埔，未来加速度，迈向我们台湾新都市。谢谢大家，三年多来，大家不断的在沟通、整合、协调、讨论，甚至呢跟民众对话。这个路网我们提前布局，连接区域的发展，打造三环、三横、三纵的新路网。西区段发展规划了1227公顷的土地开发，会引入新型的产业来进驻，以经贸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、生活、居住五大新产业来带动西区的大发展，打造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活圈，而且是以完善优质生活机能来打造一个宜居的云嘉南新生活中心。市的蓝图，让我们创造下一个世代更好的生活。